優勢俾你啦，浩然。論文同埋電子傳奇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十場賽事三班千四，大熱暫時係三。黃旗巨英。好，你一跳出嚟，大家都平排出閘啊！前面快噶嘛，埋邊位置大學生啦，咁啊中間咧仲有電子傳奇啊，第三位添樂意啊，外邊第四仲有銀亮光速啊，中檔第五實力派啦，出邊啊金百領啦，咁啊再內欄位置綠色衫天天得樂啊，馬林中間黃衫白帽咧，仲有非凡之星啊，後啲噶嘛，天外飛天響外邊啦，再後邊有智勝時機超級龍珠咧，就黑色衫白帽嗰匹啦，論文響尾三啊，尾位置標誌兩子暫時墊後內欄咧，紫色衫嗰匹咧就勝益。前嚟噶，转香港体育学院弯，放咗出嚟跑嘅马系电子传奇啊，咁啊跟住响第二位嘅马匹咧有银亮光速啦，内栏第三就大学生啊，咁啊再见到外边第四啦，咁啊橙色衫系天外飞天啊，中间第五仲有添乐意啊，攞定出去咯，白衫啊实力派啦，等入边天天得乐智胜时机啊，马林中间咧仲有非凡之星啊，顶出去外边冲，有金百灵大外档系论文嚟嘅，好啦，最后三百零米啦，电子传奇。仲係佔先少少嘅，銀亮光速開始推進㗎啦！再見到後多層，添樂意亦都攞決住中間嘅位，外邊冚一冚佢咧，仲有天外飛天俾佢彈開咗啊！再後邊嘅馬啦，仲有智勝時機啦，入邊啊天天得樂啦，出邊上跟嚟係非凡之星啊！最後百零米，添樂意一比落去就有啦，拋離後邊嘅對手，復出即贏啊！跑第二名係天天得樂啊！咁啊第三名嘅馬啦，好接近喎、慢慢數啊！銀亮光速、天外飛天、出邊實力派。金百靈，結果今場賽事呢只添樂意最後二百撞出嚟嗰度咧，俾人撞而又撞翻開人哋嗰度緊要啊！掟甩贏啊！天天得樂跑第二，第三名咧慢慢睇下啦，真係相當接近啊！銀亮光速、橙衫天外飛天、四號實力派，最初仲有隻金百靈啊！一路嘅添樂意啊，臨尾落到六倍啊，樂夫全贏三場啊，梁家俊都起一馬啦，咁啊復出即勝嘅話。咁啊，跑第二名咧就系十一号天天得乐啦，田泰安十三号银亮光速，好似第三啊，班德黎。预计派彩啦，跑第一名系一号嘅添乐意啊，独赢派六十蚊，位置派二十个半嘅，跑第二名系十一号天天得乐咯，位置派三十三蚊，跑第三名咧就十三号银亮光速，位置派四十九个半，连人位一搭十一派三百二十蚊，二重彩啦，一号十一号顺序派六百六十三蚊，单 T 就一号十一号十三号啦，派一千四百九十四蚊嘅，三重彩一号十一号十三号顺序派八千五百四十六蚊，位置 Q 一搭十一派一百一十五蚊，一搭十三派一百。八十六个半，十一搭十三派二百一十七个半，跑第四名咧就八号电子传奇嘅，成排马追啊，第四啊，第三名都系啦，成堆马，我就睇翻张相啦，银亮光速今日吕建威好成绩啊，攞翻第三啊，第四啊真系好多马啦，电子传奇日垫线先，咁其实侧边嗰啲。一路數出去勝益線啊、智勝時機啊、天外飛天、實力派外面金百靈都唔係輸好多。天樂意啊，流完鼻血復出，即刻跑翻出水準啦。
咁又同天天德落埋 Q 喎，季初時候天天德落贏嘅。非凡之星啊，回飛今日又唔係擺前啊，係喎，今日冇走喎、啊，捉翻住咯早段。羅富全今日三 win。潘頓真係啦，贏兩隻啫，就係十幾蚊嗰兩隻啦。下次咧唔好隨便講。三間一月嘅派彩啦，勝出 A 二隔夜半熱門嘅派29蚊。系啊，话唔合格噶啦，即系都真系都唔合格。佢真系就赢两只，真系揸呢手买，真系赢两只，真系好难，好难俾个合格佢啊！骑师王预计赛嗰只骑师编号8号嘅希威森啊，今日三 win 啊，36分封王嘅。所以骑师王就希威森。梁家俊都唔错啊，都两 win 啊。练马师王啊，就系练马师编号11号嘅吕建威啊，今日38分封王，我开飞好厚喎、啊，佢十一编号喎、啊，两边一第二两第三。四连环预计派彩啦，1号、8号、11号、13号派3772蚊。四重彩預計派彩啦，1號、11號、13號、8號順序派79207蚊。好，睇翻巡邏影片啦，又係一場咧比較慢啲嘅步速。咁啊起步啦，大家都出閘係好順利嘅。你睇田泰安咧出閘唔係好快，即刻捐埋個內欄度咧，守住個貼欄嘅第六、第七位咧，跑得相當之好啊！呢個天天得落。電子傳奇放啦，內側就大學生，外邊就銀亮光速，中檔第四咧就係頭馬嘅天樂兒，埋邊已經係天天得落咯。中檔咧就係非凡之星啦，實力派就蝕唔到嘅。外邊天外飛天啦、金白令嗰啲咧，全部都係蝕住位跑噶啦。包尾嗰四隻五隻馬啦，智勝時機咁啊，超級龍珠啦，尾三就輪文，包尾咧勝益善同埋標誌量子啊。好慘啊！金白令啊，檔位冇辦法啊，真係。其實佢翻嚟佢都衝噶，佢都近。但你又要找一些遮擋變成捉在那個位置走轉外碟。非凡之星出閘的手勢就不捉上來了、已經一出閘就按住了，上次都是覺得那個跑法都是贏得慢，都是用回後上跑法，不過又不是追得很好，還後一點效果還不是那麼好、反而那隻聖益善都有幾步走下，是啊，最後都整排那裡有一份衝、現在還在一個尾的智勝時機、後面超級龍珠附近，臨尾都轉翻入去裏邊啊，一啲窄位啊，咁冇乜點打過佢，湧上嚟都近。哇！啲組真係成堆嘛嗰度啊，一路大學生咁嚟喺度數出去，成排嘅。論文嗰啲就飛到嗰邊啊，梗係冇啦。好啦，尾場亦都福邦完畢排彩作實啦。位置 Q 一搭十一派115蚊，一搭十三派186.5，十一搭十三派217.5。组合独赢三拣一啦，胜出 A 二隔夜半热门嘅派29蚊。二重彩啦，1号、11号顺序派663蚊。四连环1号、8号、11号、13号派3772蚊。四重彩啦，1号、11号、13号、8号顺序派79207蚊。孖宝派彩，头关9号美军1号派723.5，头关9号美军11号安慰奖派149蚊。第五口孖 T 嘅头关5号、9号、11号美军1号、11号、13号啦，系派289,521蚊啊！
第二口三宝啦，正奖派1276蚊，安慰奖就派345蚊。六环彩咧派11491蚊。六宝奖就派538979蚊。骑师王最后赛果就是骑师编号八号的希威森以36分封王嘅。连马师王最后赛果啦，连马师编号11号吕建威38分封王。分段时间头段13秒54，第二段22秒39，第三段23�秒32，末段22秒53，总时间1分21秒78，接近标准时间。咁啊，睇埋今日嘅各场头马资料啊，咁啊，两场大赛，咁啊，永远美丽啊，第三场咧就捧咗狮子山锦标，就蔡若翰同埋潘顿啦。咁另外一场嘅大赛咧，就沙田人平三级赛咧，就都系潘顿噶，咁啊，金钻贵人啊，一季八冤啊，文家良马放 gap。咁啊，啱嗱，日赛即系今日嘅赛事跑完啦，本地赛事。咁但系仲有咧，法国打比大赛，转头就系咯，系啊，唞一唞，转头咧就唔好行开，咁啊，同大家睇埋今晚嘅法国打比大赛啊。咁啊，直播时间差唔多啦，多谢各位收睇。咁啊，本地赛星期三。跑马地马场再同大家赛马直击，拜拜，拜拜。